大家好，今天中美两国的外交部门终于宣布了川普和习近平会面的时间，是4月6号到7号，就是下周四、下周五，在佛罗里达州川普的海湖庄园。这是一次庄园会面，当然它不算国事访问。你要从礼仪规格上来算呢，它应该是工作访问与非正式访问之间的那么一种形式。在礼遇上，它是低于今年2月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美国的那次访问。因为是2月9号星期四，安倍晋三到了美国以后，先是抵达华盛顿与川普会晤，周末才去的川普的庄园。而在华盛顿期间，安倍是受到了川普的高规格礼遇，而这次习近平是直接去的川普的庄园，所以在美国那边的接待上，这种礼数上呢，这次习近平去是低了日本一头，所以中国的外交部呢就很在意这些细节，所以他们宣布的是，先是4月4号到6号啊，习近平先去芬兰进行国事访问，然后才去川普的庄园。那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专门跑到你家庄园去的，我是先正经去国事访问，回程的时候呢，再顺道去你家庄园做下客。那么这也是一个小小的博弈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中间的这个心态。我之所以说是终于宣布消息了，是因为自从迪勒森去了北京之后啊，中共官方这边迟迟不宣布川习会的时间，以至于一度都让人怀疑这俩人4月份是不是到底要不要会面了。有意思的地方还在于呢，就是一开始啊，这个川习会是中方着急，然后到了后面呢，你看是美方着急。所以最后也让人疑惑，到底是谁更着急，谁更猴急？在一中原则这块石头落地以后啊，中共这方面，北京这方面，他就是很积极的和美方进行外交接洽，希望安排高层领导的互访。像在2月16号到17号波恩的20国外长峰会期间呢，中国外长王毅就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迪勒森，事后啊，是这个中国的媒体先报道出来说啊，这次两国外长的会面是为了高层互访铺路，美国方面没这么说啊。然后相隔不过10天，就是国务委员杨洁篪去美国访问，也是为川习峰会铺路。再然后呢，就是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对东亚的访问了，对吧？就是3月18号、19号，他去了北京。从那之后呢，你看到是轮到美国官员放风了。美国官员是对媒体放风说，4月6号、7号，川普、习近平会在这个川普的庄园会晤，就是说那个时候实际上访问的方案已经有了，可是呢，却轮到中方不说话了。过了这么长时间，他就是官方迟迟不公布这个消息。最近一次呢，是在前天3月28号，美国的有外交官员呢，再一次放风说，川习两人是4月6号到7号见面，然后到了3月30号，今天美中的外交部门才几乎同时发布官方声明啊，4月6号到7号在川普的庄园会面。所以，我们看这整个过程啊，说川普和习近平对于见面这事儿，谁更着急呢？要说急呢，其实都急。但是相对来说呢，美国是眼下有比较紧迫的任务要解决，它就是要让北京拿出一个态度出来，它自己才好决定下一步对朝鲜怎么做。对中共这方面呢，它当然也急，但它虽然急，可是有难处，所以虽急但快不起来，也就是一直犹犹豫豫的。真正到了快要会面的时候呢，它反而黏糊起来了。这个问题的焦点当然还是在于金正恩朝核。所以三胖呢是川习会这次不在场的一个主角。如果说在川习两人之间一定要分一个谁是更急一点，那么从总体的战略处境来说，习近平其实更有紧迫性，他的时间压力更大一些。简单的总结，他是两大急。第一，就是这个一中原则过关之后啊，他最想取得的就是川普不给中国出口商品加关税这个承诺。只要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不起来，那么中美关系就大体稳定。习近平呢是很想尽快把他和川普政府之间的关系稳定下来，因为他的主要精力要放在今年秋天中共19大的权力布局上。
中美关系如果不稳定啊，它不停的有些麻烦出来，不停的波动，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外交上，对中国的影响都太大。包括这个中国大陆和周边国家打交道，那别的国家也要看中美关系的发展。所以它一直这么波动下去，它很牵扯习近平的精力。从习近平的立场，他肯定不希望说筹划十九大和筹划中美关系这两件事情就这么一直搅和下去。再有一个急处呢，就是有一个逻辑关系，就是说你要想尽快敲定和美国的经贸关系，就要赶在美国和俄罗斯修复关系之前。这中间的关系呢，我们之前解释过，就是如果美俄修复关系在前，那么中俄他们互相之间这种半结盟对抗美国的力量就会削弱，那么中共在和美国谈判的时候就少一个依靠和助力。从总体态势来讲呢，他和美国谈判的时候就不容易被当成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要是在这种情况下，中方想要争取对自己有利的经贸条件也会更困难，这会让谈判进程拖长。这样又会回到他的第一个顾虑，就是让习近平同时纠缠于中美关系和十九大的权力布局，让他分身乏术，心力憔悴。所以从总体形势上来讲呢，习近平更加有紧迫性，他的时间日程表啊比较明确，卡得比较死，就是他在今年秋天之前要尽量把所有大事都安排好。说是今年秋天，是因为十九大在秋天开嘛，实际上他的时间更少，他很可能要在今年夏天之前就要把大局掌握好。夏天的北戴河会议免不了又是一次高层的明争暗斗嘛。虽然说中共有很多重要的决定基本上是在临近最后一刻才做出来的，但是北戴河会议是个特殊的场合，它也有这个往届的高层参与进来，它是各方势力亮牌展示力量的一次机会，所以它对秋天党代会的结果也有重大的影响。习近平呢，他得在北戴河会议之前或者在那次会议上就得把对手都得镇住了，这样他才会比较有把握掌握好秋天党代会的结果。美国之所以急啊，是因为在四月份三胖那边极有可能又要搞一次核试验。三胖这边已经基本准备就绪了，三月份呢他又搞了两次火箭发动机的点火测试，所以三胖也急。三胖之急是急在他要在五月份韩国新总统产生之前把他的核计划再往前推进一步。在韩国的新总统产生之前呢，金正恩是判断了那美国得不到韩国的支持不会发动军事打击，所以他要抓紧这短暂的安全期。所以这个完整的逻辑链条是本来川习会面，习近平在战略态势上比川普更有紧迫性，可是三胖一猴急起来呢，搞得美国也急了，这样美国和三胖一起急，习近平虽然急却快不起来。川习会面，中方这边重点是谈经贸，那美方呢肯定第一关注的还是朝核。美国官员之前不断主动放风啊，说安排在庄园会面，那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了，就等你北京这边了。那等你什么呢？就是等你要拿出一个解决朝核问题的方案出来嘛，所以你得快点了然后就是北京这边扭扭捏捏的你说要让习近平完全抛弃朝鲜呢，是一个难事儿。虽然失去朝鲜它并不关系到这个中共的基本战略安全的问题，但是它会有统治集团内部的意识形态的压力。说起来呢，中美关系更加关乎中国的基本安全，它关乎中共的政权的安全，也关乎中国的经济安全。其实它对中共政权的生存呢，这个关联系数更大一些，就是说中美关系。你说失去朝鲜，它最多有些地缘上的损失，但是习近平如果真的放弃了朝鲜呢，却会被党内的对手说成向美国屈服、丧失党性等等，这个帽子也不小，对他在十九大上争权也还是会产生一定影响的。现在正式宣布了这个川习会的时间，那我估计中共这边呢也会和三胖那边有个沟通，就是说至少三胖你这几天给我老实点，你不要在老大和川普会面这两天搞事儿，在那前后那一两天呢你也别搞核爆，你要这么干了的话呢，就让老大太下不来台了。至于说这次川习会面的成果呢，我不指望有太实质的突破，
像迪勒森访华就没有展现出任何破冰的迹象。假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中美双方里面有一方的立场发生了大幅度转变，那就算一个很惊人的进展了。这种可能性也有。对习近平来讲呢，他一下抛弃朝鲜做不到，那么就看他能不能争取到一些时间，让三胖把他的核计划往后推一推，让这个朝核问题呢变得不那么紧迫，放到中美的贸易谈判和他自己筹备十九大之后。但问题是，三胖会配合你吗？他能等得起吗？假如北京这边你想让三胖退一大步，把他的核计划往后推迟，那你得给他多大好处呢？可是你一给三胖好处，主要是指经济上的好处啊，这实际上又等于加强了他后续再研发核武器的能力，那美国又不干了。所以啊，这个川习金这三个人搅在一起啊，真是一团乱麻，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也。所以具体看看川习会能谈成什么样，会产生什么结果，那要等到下个星期才能揭晓了。那我们下个星期再来看。谢谢大家，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